家好，我是小鱼。今天我走市场上去买了一条三斤重的草鱼，32块钱好像。哇，好便宜哦，比吃肉便宜，而且那个鱼哈吃了还不长胖，安逸。今天准备煮一个水煮鱼来吃，把那个鱼给它洗干净。那个鱼是老板已经杀好了的哈，还帮我片得好好的。你看个老板刀工好好呀，片得一片一片薄薄的透明的，好好呀，给它洗干净，多抓一下。弄来干码一下哈，先给它里头加上一点盐吧，加上一勺胡椒粉，再来一点料酒去腥，加上一点生抽酱油，然后再加入葱姜丝哈，把那个葱姜丝使劲一捏，捏出葱姜汁来，把它们搅拌均匀，然后再加进一个蛋清，让它更加的嫩。我去洗下手，顺便把那个蛋黄磕到起，晚上炒蛋炒饭吃。给它搅拌均匀，然后给它腌制个15分钟的样子。我今天准备了一颗油麦菜，然后一小把芹菜，还有那边是豆芽，把它们都洗干净。把那个芹菜还是要给它改下刀哈，给它切成长段段，切上一点葱姜蒜哈，等会儿我们炒料的时候要用。拉上一点蒜粒，然后我们起锅浇油的时候用。最后浇油的时候还要用那个干海椒段哈，也要浇上一点。差不多了，那一碗。那个时候鱼也腌的差不多了哈，然后我们要把里头不要的那些葱姜给它选出来，然后再加上一点芡粉，充分的锁住那个鱼肉的水分，要让那个鱼片每一个鱼片都均匀的挂上一层那个薄薄的芡粉糊糊哈。我把这个鱼排和鱼头都单独给它选出来，因为等会儿要先煮，准备妥当，可以开始炒了。把锅烧热，然后在锅头加上一点凉油，油热了，把葱姜蒜倒进来，再加上一勺豆瓣酱，加上一把花椒，加上一小块火锅底料，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可以不放，你多加两瓢豆瓣酱来炒。然后那个时候加上半瓶啤酒，再加上一点水哈，那个时候调一下味了，来上一点点盐巴，生抽酱油来一点，一勺胡椒粉，一点生蚝，再来几颗白糖提味。那个汤熬个10几分钟，然后把里头的料渣给它打一下，影响口感。然后我们先把素菜给它放进来，煮到素菜断生，就把它们捞出来放到盆盆头打底。然后把那个鱼骨头先把它放进来煮熟，把鱼排鱼头煮熟了也把它捞出来哈，放到盆盆头，让那个火要开不开的状态，然后我们一片片的把那个鱼片放下来，等过个1-2分钟的时候再轻轻地去推动一下它。好了好了，可以了，看到那个鱼片泛白，一片片的不得粘连就可以了，把它们全部捞出来，在鱼片上倒上海椒壳子，再加上蒜泥，哇，好香啊！那个水煮系列的菜哈，看到都是很平常的，用水来煮那些菜，但是最后一浇油，那个档次一下就提升了，精髓就在那哈儿。哇，好嫩了，你看到没？那个哦，那个鱼太嫩了啊，就要生长了那个油。我先尝一个，嗯，哇，好好吃啊，好嫩啊，快吃两口。我忙去舀饭嘞，先吃鱼，这个卡着了。哇，好嫩啊那个，好嫩啊那个鱼片，你看，都要哦都要挑不起来了。哇，太好吃了！
太冷了。哦，找到一个好东西，鱼盆儿。哇，好吃啊，脆脆的那个鱼盆儿。那个菜不能先吃饭，要先吃鱼，要不然它卡到去。等把鱼吃完了再吃饭。哎，我刚刚烧菜还剩了半杯酒哎，你帮我看一下是不是扣到里头，开在多少？来，谢谢。还有小半罐。你不喝一个吗？你光吃肉吗？小黑来了。我不敢给他喂那个鱼，我怕他卡到。真的好吃吗？今天是夹了一筷子底下的素菜，跟我说好好吃哦。我来尝一下。超级有盐味。我本来是说先吃鱼，后头那个素菜弄来下饭，再冒点汤，哇，完美！姜老师，你要不要考虑坐过来吃个饭？你的粉丝好多小姐姐、小妹妹给我私信了，说想看一下你，哦，看一下鱼片都挑烂了，啊。嗯要不要考虑一下？嗯，再说吧。好敷衍了你这。他说太甜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不能坐在那儿吗？没有，我一出镜你就曝光了。这样是太黑了，他一出镜，我就曝光了。如果是以我为焦点的话哈，他就好黑哦。哎，那我让你，我让你，来嘛，你来打个招呼嘛，反正慢慢吃鱼。你还啷们准备一下呀？啊，你想吃啥嘛？明天我给你煮，你明天出个镜嘛。考虑一下噻。久了没见你，大家都很想念你。大家放心，我一定会劝金老师明天出个镜。今天视频到这儿了，祝你有个好胃口，拜拜。明天出个镜哈。